刘涛参演的电视剧即将播出，众主创使出浑身解数为该剧造势吆喝。刘涛在剧中饰演的敢想敢做有些二的豪门媳妇，因为与李晨大尺度的车震激情戏码招致了粉丝群起抗议，更有粉丝在发布会现场拉出了条幅反对女神堕落。日前刘涛结束外地的宣传工作回京，摩登范的刘涛状态有些低迷，还罕见地穿了一双平底鞋，想必是累得不轻。在停车场，老公王珂早早就在等候了，刘涛一到来，王珂便赶忙迎上来，手里还拿着两盒药品。递上药品以后，王珂就忙着搬行李去了。刘涛手里拿着药品仔细看着，还边向老公询问，虽然话语不多，也没有小情侣般的亲密举止，但患难与共的夫妻二人那股默契与朴实的甜蜜却越发显得珍贵。随后刘涛先行坐上了副驾驶位置上等候，收拾完行李以后，王珂亲自驾车返回家中。腾讯娱乐独家报道。